女人年过四十，上肌使衰老，色的眼角嘴角增多，最女性朋友接受不了的就是上肢长出老年斑，褐色的斑几乎做了一色，老又看。被人做婆，市面上很多淡斑的化品不格高昂，效果也不好，今天小就推大家一祛斑小秘方，超省。女性上长斑的原因主要可以分阴和外阴大原因，阴主要由分泌失、上腺皮脂功能下降、色素沉着、酸湿、心怠慢等因素引起的。再者肝功能不全、造血功能差、甲腺分泌过多的心怠能降低等都有可能引起中年女性长斑的。这年的增长、镜的污染、长期的分泌失、上长斑成了女性朋友的人容受到一暴害，心情差、自卑、皮更是暗淡，天婆也像鳄鱼在海中。那美白祛斑是眼前最大的一件事，要如何去做呢？接下跟着小看看吧。斑黑色素包在肌中具有很长的浮期，一般是七年，也就是你看到的上的色斑，它已扒了，肌面已活了大量的黑色素，且正在加速生长繁殖，黑色素累到一定程度了，就蔓延到表皮，上出色斑，也告我，不要存在心里，好好理就好好理哦。它不是实名之物，就是我家中刷牙的小牙膏，不可以清牙的污垢，可以促皮的血液循，清除自由基，有效的抑制黑色素滋生。能抑制黑色素合成，阻止脂肪氧化，淡化肌色斑，肌得更加白嫩。若把牙膏和它混合在上，祛斑、祛美白效果过那些高端的品呢。每天做的后，把第二次的淘米水留下，早晚洗一些淘米水洗，然后再用清水洗前。长期使用，可以使皮得光滑水嫩有性，有祛斑的效果哦。材料：牙膏、淘米水粉。用法：一钱的容器，把牙膏倒容器，然后再加入绍粉和淘米水行拌均，碗上面后再用化棉抹在上就行了，十分左右用水洗即可。功效：持使用一段，你上的斑明的被淡化了，皮嫩白，质光滑，自己祛斑的效果不大理想的，又一粒的就用吧，一粒美。